小游民，可是沙莉说，凶巴巴的，快打开喷气背包，自由翱翔吧！ 喂，你拿到备用电源了吗？那个傻机器人有没有刁难你啊？已经拿到了，但他要我帮忙检查几个传感器，在荒林镇。哼，那个家伙简直比塔塔还懒，回头我会替你教训他的。 忘记提醒你了，荒林镇有很多异化人，你可要小心啊！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回去可没法交代。嗯，我会注意的。
利用一下折页门吧。
回来了，电源呢？没有被搞坏吧？快拿，我知道你一定没问。我的肚子，你们不许背着我偷吃鱼。我来了，带上我。不不，快多扎一点，多扎一点。弗兰兹的烹饪锅还放在这儿，你可以用它把食材加工成美味的菜肴。好慢啊！喂，你呀，哎，这雨来的有些，但看起来，水宝宝的胆子非常小，要慢慢的靠近，千万别伤害他们。快把水宝宝带到我这里，可别把它丢了哦。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样吗？哇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哇，你快看，哇，这就是他真正的样子吗？我们进去看看怎么样？太冒险了吧？不会有事的。我明明告诉过你，这里很危险。我只是想帮忙。帮忙？你只会给我添乱。可是我……没有可是，马上跟我回去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！我最讨厌你了！你，抱歉，莎莉她是我不好。干嘛都垂头丧？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其实夏佐他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不该任性，还惹哥哥生气。你们两个，等雨停了，一起去找夏佐道个歉吧。嗯。完成剧情有奖励哦。看来，谢谢你陪着我，我们走吧。哥哥，已经是个，我会努力的。
什么声音？小心！你还上了什么事？那是可恶的掠夺者！谁来的？能战斗吗？没问题。帕尔，避难所的预警系统失灵了吗？侦测到了非常强的电磁干扰，这些家伙是有备而来。卡卡，快去帮菲米姐姐，带大家去安全的地方。小莎莉也要小心，这么强啊！带莎莉一起撤到上空甲板去吧。他们的数量太多了，我们需要更多士兵来稳住防线。中控台还有一批人，时间紧迫。中控台在上面，快跟我来。就是这里。呀，哈哈，尝尝厉害吧，这可都是我精心调教过的好伙计。他们开始撤退了，守住桥头。你们给我等着！做好准备，他们可不好对付。这些苍蝇还真是恼人。一鼓作气向德远门推进，他们的数量会越来越多。使用弓箭击毁折月门核心，长按蓄力攻击。我们已经摧毁了目标。我们已经摧毁了东侧的折月门。干得好，伯利，跟我一起冲过大桥。正门的屏障已经失效了，掠夺者使用了立场护盾。防御炮台已经架设好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。新来的，快过来，我们要把那些家伙轰上天。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了。宝贝们，该干活了。
山林。夏祖，山林。抑制器的能量正在。沙莉受伤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会带手上的备用。夏祖，我找……谢谢。情况并……我不知道他……沙莉他……我会尽力的。快去飞行滑道，我为你准备了一架武装飞翼。我去确认一下有没有漏网之鱼。Yeah.
沙莉情况怎么样？他超载了翼，虽然我们靠沙莉身边，应该只……只是暂时脱离了危险，有治疗的办法，就请你先照看。我听到你们的话，喂，抱歉，算了，什么都好。身体状况，我得快点找到他。